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各位尊贵的来宾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佩纳海的晚宴。哦，其实应该有内主持。哎，今天带的是哪块表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。其实今天有一个惊喜带给大家，大家不知道，可以摸一摸你们座位的下面，说不定有我们要介绍的这块表，有吗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就对了，因为这块表在我的手上。哎，这就是惊喜。对，看上去既能想到环保，也能想到佩纳海。那我觉得最，我今天这身搭配，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，因为它是皮质的一个表带。为皮表带。因为在秋冬的时候，你知道天气变冷，皮质的它会保暖。然后在秋冬的衣服，它的层次会比较多一些，然后戴这个会比较有，搭配起来会更休闲、更舒适一些。嗯，对，而且这款腕表，如聪聪刚刚所说，是这个抛光金刚的材质，对，看起来都很纤薄，很适合正装。嗯，然后它的这个运动基因、大牌的基因，其实休闲也蛮搭的，对不对？没错没错，马上也双十一了，大家记住型号就可以下单了。对，然后马上节日季到了，大家可以哎。